如果相恋的两个人在一起时突然说出你配不上我，此时下一句应该怎样接呢？傻男才会直言我会努力的，而钢铁侠的回复 man 爆了。第一，你等着瞧。在跟女生在一起时，他们的拒绝并不是自己没有机会再跟女友谈下去了，他们只是一时间没有做好准备罢了。因此男生一定要耐心的等待女生，女生一旦说自己配不上你时，你也可以毫不犹豫的问一句你等着瞧。女生此时一定会对你充满无限的期待，也会对你另眼相看，时间长了她也就知道你的许多优点了。第二，你自认为你很优秀，在未来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如果你爱的女生一直以为你在高攀她，你的所作所为就算对她再好她也装看不见，或许她的要求很高，她想要的你给不了她。如果她说你配不上我，你也要先亮出自己的底线，可以痛快地跟她说你自认为很优秀，在未来我会让你后悔的。第三，以后的你更配不上我。女生在跟你说配不上我时，这句话也许很伤男生的自尊心，男生不要在女生面前抬不起头，反而要让她知道在以后的人肯定配不上我，以此来挽回自己的面子，这样才会让女生为失去你而感到后悔。